搁里头，搁里头。嗯，快点，快点啊！这个小心啊！把这个搁这边。好，好，来放这儿，慢点啊！哎，接着，翠儿，哎，这么热闹，干嘛呢？龙哥，等时辰到了，更热闹。这个都抬过去啊！老社长的大忌刚过，还有什么热闹啊？良辰吉日。社主，社主，大喜事儿啊！来，拿进来。来，把锤子给。嚯！这么排场，给谁过寿？我的50岁大寿，不该办的排场一点吗？哎呦，社主，我真是该死，怎么把社主的寿诞之日给忘了？罪过罪过。到时候，罚酒3大碗才能免罪。好，我甘愿受罚。社主，告罪。我还有点事儿。好，忙你的。哎，社主，来来，这边请。闺女，不错，回去给你们老板说，没这个数，不卖。好，走。慌慌张张干嘛呢？没干什么。啊。啊，龙哥。翠儿，我没空。我。说实话，我现在找不到心莲，心里急得上火，没心情跟你说话。哎，我。
是龙周德告诉我的，说你在这儿。万叔这么好的人，为什么会死得这么惨？心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也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当我见到师父的时候，他还没有咽气。我哪怕是早一步赶回去，也许还来得及救他。我到底在干些什么？师父和心莲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时候，我在干什么？当时我们在一起，师父本来是可以不死的，心莲也可以不失踪的，是我误了他们两个，是我误了他们。阿禄，阿禄，你别这样，阿禄，阿禄，我好后悔，好后悔。后悔，我为什么没有寸步不离，守着裁缝店，守着师傅，守着心莲？你应该后悔，我更应该后悔，我应该强迫把你送回去。其实我做得到的，可是我的心里，我舍不得你走，我爱上你了。现在说这个不太合适。现在不说，我怕以后没有机会跟你说了。我自私，我妒忌，我一想到你要回到心莲的身边，我就受不了。我巴不得你每一分每一秒都能够陪着我。我也想每一分每一秒都能够和你在一起，我舍不得你难过。这些话现在不说，以后就没机会再说了。我明白，我们都有罪，我还是不跟心莲惨遭不测，是上帝给我们的惩罚。这不怪你，是我太贪心了，老天爷惩罚的是我。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再见你。师父临终前把心莲托付给我，心莲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受苦，我再跟你见面，我觉得对不起她。
小姐，我的宝贝儿，你还好吧？玛莎，我失去阿路了，我永远都失去阿路了。哦，小姐，别难过，别哭了。只是一夜，只因为贪恋，跟阿路片刻的相聚，换来的却是万师傅他们家破人亡，我们不能再见面了。再见面，只会提醒我们的罪孽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会过去的，会熬过去的。你现在要去哪儿啊？万心莲没有像万师傅一样被别人当场杀害，歹徒留下他的目的有可能是贩卖人口。你要去找他？这人海茫茫的，你刚才说和阿路已经不相干了呀。万心莲遭遇不测，也有我的一份责任。如果我不把他找到还给阿路的话，我永远不会心安的。芳华，先生，请你帮我照这张相画两张画好吗？钱够吗？我连我的衣服都给你。哎呀，求你了。请问您见过这个姑娘吗？没有。哎呀，先生，请问您见过这个姑娘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哎，见过她吗？啊，没见过。Thank you.
骗来的女学生穿成那样干嘛？莫非他们也在找心莲？这两位大人，你们真的形同陌路了？万心莲，你千万要给我活着！哎，凤凰，你呀，真是自讨苦吃。如果万心莲他没有活着回来，我跟阿禄就永远不得救赎。你对文阿禄还不死心啊？如果时光可以倒退，我真的希望失踪的人是我，受苦的人也是我。你这么不辞辛苦的找人，到底是为文阿禄、为万心莲，还是为你自己呀？来来来来，各位老板，今天是我们涉赌大寿，大家一起来干一杯啊！来来来来，加了他，来，好，来干，好，各位慢用啊，坐好啊，您慢用。哎呀，哥几个，来来来来来，陈社长，三爷，怎么样？有万姑娘的消息了吗？三爷别急，我把风声都放出去了，总会有消息的。见人死不见尸，你怎么能叫我不着急呢？这会儿先把心事放下，再心烦也假装开心一点。设赌作寿，别死了大气。干了这杯，干了这杯啊！干了这杯啊！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啊！来来来，我先干为敬。好，好，干了，干了，晚上，晚上。来来来，吃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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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刘五爷，客气啊，不见了啊。都谢了啊！来来，干杯，干杯，干杯。彩儿。一罗，你说过要罚酒的，来，干了。祝社主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嗯。翠儿，给一龙把酒满上。他喝得够多了。哎，我们的正事儿还没办呢，不让他喝够量，那怎么行啊？嗯。社主，我来替三爷喝。滚一边去！你算哪根葱啊？能代替得了于三爷？小刘，我自己来啊。社主。嗯，好，您大喜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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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爷，三爷，三爷，翠儿，你们的时辰到了。社主，龙哥他还愣着干什么？换衣服去。嗯，陈忠。为什么把寿字换成喜字了？聚义社的弟兄们，今天是我五十大寿，同时也是于三爷跟翠儿成亲拜堂之日。
可谓是双喜临门，喜上加喜，大吉大利呀！啊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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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兄弟们，双喜临门呐，喜上加喜呀！嗯，恭喜于三爷！施主，是三爷，三爷他答应这事儿了。我提的亲，我做的没我主的婚，他能不答应？可他醉成这样，还能拜堂吗？又用不着你拜堂，你瞎操什么心呐？陈忠，把新郎官办起来，准备拜堂。哈哈哈哈于三爷，良宵苦短，要抓紧时间拜堂啊！啊，来来来，良辰吉时，花好月圆，一拜天地。龙哥会不会跑了？不，不会的。他喝得那么醉，肯定跑不了。只要他跨进这道门，他就是我的人了。怎么突然想起万心莲？不管杨父爷把他怎么着，都不关我的事。不管今天怎么样，我都要当龙哥的新娘子。万心莲，不要怪我狠心。只要能和龙哥成为夫妻，我宁愿将来下十八层地狱去赎罪。于三爷，走啊！你们干什么？哎，别闹了，还闹！哎。我要回房间，我要回去。来，别闹了，你们干嘛？举起来，放我下来。哎，别闹了，来，上来，听见没有？再闹我急了啊！放我下来，放下。这不是我的房间，没错，这是你的新房，你的洞房。哎，恭喜啊！恭喜三爷了！别闹，我要回去。我说一龙啊，这可不能儿戏呀、啊！你已经拜过天地了，已经成亲了啊！你的新娘子在等着新郎掀红盖头呢。三爷，别来小六，这怎么回事？谁的主意？是你们谁的主意？把我灌醉了，来这套瞒天过海的把戏。龙哥，我们拜过堂，天地为证，我们结为夫妻了。翠儿，我于一龙是铁铮铮的汉子，我的终身大事我自个儿做主，没人能逼我。啊，不逼你，龙哥，反正我生死都是你的人了。翠儿，一龙啊，
都拜过堂了，怎么可以当众悔婚呢？你让翠儿还有脸活下去吗？三爷，这真不是闹着玩的。李龙，洞房花烛，快意人生，好好享受啊。走。说啊，走了。走。三包，你还知道回来？今年的下落，别哭了，男人大丈夫流血不流泪。你还哭？我们哭死，心莲就会回来了。万师傅到底得罪了什么人？是谁下这么狠的毒手？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却不在家，你上哪儿去了？我和宋小姐，你现在心莲都无影无踪了，你竟然还想着宋小姐？他这下可高兴了，以后都没有人跟他争风吃醋了。你闭嘴！芳华不是那样的人，你真的是无药可救了。心莲现在都不见了，你的心里还牵挂着宋小姐。我和她已经断绝来往，不会再见面了。不，不，你心里还是放不下她，你还是牵挂着她。放不下，也得放。谁是问阿洛？问阿洛，你倒是挺清闲啊。
宋先生，你忘了跟花椰洋行签了合同啊？你竟然连一天工都不许开，把堂堂的花椰洋行看成什么了？我正式通知你，明天赶快履行合同。我要找我师妹，没空理你们洋行的事。根据合同，我就是派人押也要把你押回去。我不愿意。你押我回去也没什么用。什么？你想毁约？老实说，我还求之不得呢。不过我倒要告诉你，你可是在合同上清清楚楚地写着，如果毁约，就得赔偿违约金10000块大洋交给洋行。你要想避而不见，或者说一走了之，花椰洋行会向法院起诉，要全面的通缉你。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，也逃不出法律的天罗地网。哼，你掂量掂量吧。嗯，走。天哪，真的是10000块钱呢。我受不起。我是你老婆，我心甘情愿伺候你。你去哪里？回我房间。这里就是我们的房间，我们的洞房。翠儿，这场婚事是胡闹，我是个男人，没什么。可这对你太不公道了，你怎么能答应这种事呢？我知道，陈社主想用婚事堵住我的嘴，用我绑住你，才设这个局。我不办，我不会让陈社主如意的。我只听你的，你叫我往东，我就往东；你叫我往西，我就往西。只要一辈子做你的好女人，就足够了。翠儿，翠儿，你干什么？龙哥，我是女人，我要为你当一个真正的女人。哎呀，翠儿，你是大姑娘啊！你还知道我是女孩子，那你为什么不要我？我愿意为你做牛做马，做什么我都答应你。我永远做你大哥，我可以照顾你一辈子。可是，我不能做你丈夫啊。说来说去，你就是不要我。我不要大哥，我要丈夫。我会自己照顾自己，我也要照顾你。我来到这个世界只为了一件事，就是和你成亲。你龙哥，我要给你做父亲。翠儿别这样，翠儿你别作践你自己啊。我是一个清清白白的女人，我连脸都不要了，只求你中意我，要我，你却死也不肯。我恨万新年，他活该，老天给他报应了。他，你说什么？
莫非你知道万姑娘的下落？我，你告诉我，心莲怎么了？你告诉我，心莲怎么了？我不知道。不，你不会撒谎的。说实话，你说呀，你说话呀。赵翠儿，我求你了，只要能找到万心莲，我就跟你成亲。刚出炉的，三爷，三爷，快走，走，走吧。